光了，因为冬天来了，所以阳光橘子。对，阳光橘子正好，阳光橘子在了。看天下的话是以下是橘子的颜色，哎，橘子的颜色，对。好，好，一百五。没有哦，就说一些些就够了哈。对，每一种口味不一样。对啊，花菜的。再加几肉？三七七。三七七。有虾可可，哎、欸，喂，有虾可可籽一定要慢慢的倒，不然的话，你哪分倒的话，它会变成一坨。有可可籽跟那个什么，我们再来，我们要用白色跟红色。然后再拿，看你呢？只用深蓝色。不要用太多就好。